我下起是民国53年，哎，54年头大约啦。啊，迄当时是伫民权路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阮即卖起楼啊，个较早是迄个地厝啊。啊，告别拄啊11点钟入去咧煮饭啊，走来伫后壁咧煮饭，遐有一个深井，即卖恁无得看，啊，伫遐咧煮饭。啊，老人啊，啊，因为阮庙里有咧问卜，拢有讲一挂古仔纸嘛。啊，古仔纸是用迄个人较早古早时代，或者阮做囡仔就是迄个油仔人迄种的啊。啊，内底拢底啦。啊，因为要问卜啊，当要问卜就对啊提。啊，多死唔死，多入去，迄个时间人多少而已。啊，所以照因讲是讲。这个偷请不的人，这个少年家也是讲有点样，甲圣皇公讲，讲啊，我着阮兜安那安那安那，拜托你给我请者。讲结果人讲伊跋杯哩咧，啊跋杯内底要安那请？大身遐大身，细身的也无几身，伊无大哥是大身的，唔请对中身甲请咧走咧，啊，迄足好请嘛，比即马只较低。啊，过庙伊目睭目睭，出目出目，伊还会知个。伊若要食伊个饭，人是拄啊下昼下班转来，话拢会先入去庙拜拜，还过来行出来啊。话是食饭拜个，所以入来庙看一下拜一下啊。啊，早个人无足十日硬样拜，拢用手拜一下安尼尔。啊，忽然间唔知啥物人，我叫袂记起来，我讲嗯，啊内底太红胖呢，啊输大啦。大家讲伊唔笑诶，迄菜籽也会胖，讲真正胖。阮叫班头，较早伫庙埕，伊听着怎撞啊？哦，祖公阿妈千五万台就去找落啊！阿咩啊？胖咩啊？阿胖用搁找甲哪找嘛无啊？赶紧通知人啊！啊，一挂人为了后码头人啊，咧码头咧也会，一挂工个嘛等诶，做土做肉个有咧扛大家，大家都嘛等诶。啊！较下时阵关起来了，这顶大架卡照伊行的路安那行，伊原在对伊的路安那行，行去到小西卡，小西卡就是即卖西门路嘛。拄啊，迄个龙凤井边啊，即块公园啊，遮，佮较过一块啊，遐有一条巷啊，三车路，遐较早一个小西门卡，啊，即个边啊。这巷仔头边啊，才拄啊，云南客运的咧停车的。啊，这个人，这伊怎啊用心甲囥在内底？啊，迄个纸甲暗暗，迄个迄个纸啊，盖唔盖咪啊盖咪？啊，人啊当作你提过去啊。我提上车顶去咧，较早有车长，哦，啊有司机，唔是像即卖无车长的，啊，就载个对家庭啊去啊。啊！要大家行行到遐，啊就倒啊等。啊人拄咧落车，啊大家拄去车头甲动，点啊甲弄车头，啊开始弄回话来。啊回话就回话讲，啊讲这只车咧，啊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咧，啊变啊回话较爬去你车顶甲问，讲有啊，我今仔日几点吼、哦、有看一个少年家啊吼，啊。卡着过几人啊？啊嘛，一挂啥物纸安尼啊？拢好安尼哦。已经大家退三辈，我着亲戚个顶家庭啊，伫顶家庭啊。啊，顶家庭啊，人要找钱不？哎，你啊人，你一个老大就是讲啊，我讲请一场，请一场。我啊，迄老大讲唔得唔得，一阵人家知影，人家来告车啦。你看我走，人就。人就知影人找，你就讲，你就讲偷声，讲过唔对咯。啊，而且伊就好处，伊遐老大讲，你就好处人讲，啊，就好处讲，伊老母就破病啊，伊袂好啦，啊，就遐。你真孝子啊！啊，你孝子你要安怎讲嘞？袂当啦！你袂心明嘛，唔好你安尼，我伫遐咧找，大家个这边甲你弄，那边甲你弄，叫你点点嘛。啊，是按车去啊，去个。他知影讲，原来就是这样，叫一个树头，死死的，死死
只猫咧十块，啊，较用来就好。我听伊讲，人落尾手，这个囡仔因老母讲病有好，因兜是讲不足济咧，咱强强巧强巧，啊，人尾啊因这个老母讲病有较好，人因老来拜拜。